这台是2020年 IT 大里程实跑72000，你的省省的钱你们招办我呢嘞，这是白色的哟、哦。我开的这台是2022年 IT 大，是我上下班甲载囡仔，做好开的底盘甲做晒一台好车。哎呦，安尼你这台比我这台给少年两岁嘞。无啦，姑姑我讲啦、嗯，其实人客较介你这台2020年的双色切削铝合金钢圈较水啦。哦，是哦。对，来，我来看我这台，我这冷轻普通普通啦。安尼你唔得帮我这台车的整体造型不好。嗯，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嗨，这个是你好。哎呦，哎，真的是，哎，咱这架2020的 IT 大我哈，哎，你甲阮看看安尼有哈，咱的智能键啊哈，哎，目前你看看安尼，这台车的车况安怎？哦，这台车车况方面来讲，全车很满线。是，嘿，啊，所以讲，伊变作讲，几架车拢迷迷，很水的车，哦，一个通过 ES 认证，嗯，结果他有通过了，所以说我有请大开。哦，赞哦！那你黄伟标签大贺啊！对，哦，那如果购买，它有符合年本保固2年5万嘛？是，以计算件秒通过。对，阿姨，计算件保红，我马上大贺一家。哦，赞哦！那个这台车嘛，水车呢？水车一家，阿姨算算来，开只车嘛，拢迷迷弯弯啦。啊，起码消费者买买车，其实嘛是要找恁这有优良厂商的。嘿 ，SUM， 啊，过来，阮会去做咱的 S 认证。对。把关在，所以说在消费者买车上面会比较安全，也比较安心啦。对，买买就挂遐有诶无诶对诶车啦。嗯，真是。嘿，安尼我感觉吼，你即摆甲阮认证好，搁甲阮解释搁再详细话吼，我相信我这台车一定足紧就卖出去啊。对对对对对。OK 啦，啊，真是，感谢你。哎，哥哥。哎，哥哥。我们来看 IT 达欧风造型帅气车头。是啊。有雾灯、鱼眼头灯。还有造型灯，嗯，哎呀，姑姑，哦，这看来这趴，这是双色切削铝合金钢圈啦，哎呀，哎，碎啦，碎哈，嗯，我快看少年人真介意，哎呀，来，来看 IT 达的简单配备，有大灯上下调整，旅程电脑快控键，还有循迹防滑，还有胎压侦测，2020年的里程72585公里。还 OK 啦，好，请你招晚哇、嗯。没啦，方向盘快控键 ，IT 的有6安哦。哦，配备没办呢哈。还有原厂的基本音响，哦，倒是显影一来影像够做清的哈。嗯，冷气经 ES 认证，最难8度。哦，真凉嘞。不过，嗯，来感受一下哈 ，IT 的小车大空间。哦，阿伯真快嘞。哎、欸，大哥，你看，伊这个后套的冷气空调的出风口呢，哎呀，真凉呢。哎呦，安只看天棚，嗯，真水嘞，这个是真完整嘞。哎、欸，大哥，哎、欸，你看，个 ISOFIX 呢？哎、欸、，ISOFIX 双后座儿童安全座椅固定系统，我赞嘞。我讲，哪公车身刚性表现好哈、哦，空间也好，一个安全性作为、啊。嗯，来，你看尾巴欧风造型哈、哦，真水啊，对啊，所以它是。销售常青树，嗯，哎，这块填上料哈，二手车价水涨船高哦。对啊，来打开后行李箱，嗯，哎、欸，你看你要看哈，现、嗯、在小车大空间后行李箱哈，也够宽哈，真宽，搁真轻嘞，系啊。后行李箱的内饰板 QN 普通啦，系啦，啊，因为使用年期啦。卖钱啦，来，两颗倒车雷达，嗯，唔是咱操蛋，你看这台操得好水吧？嗯，还不错嘞，嘿嘿，这白色的较水啦，哎、欸、呀。买车不车来会心，祝大家汇聚迎新，买卖都开心。我是薛仁寿，我是燕如姑姑。如果要喜欢我们今天拍摄这台2020年的 IT 大，请帮我们汇心汽车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再会，拜拜。拜拜，实在就是 SUM。